喂，喂，啊，你别开误会，我过来找一下你车号，找一下你。我在这等红绿灯呢，搁这车后边。是不是就那个，就是我说那个地方是吧？就那门那块，就大门那块是吧？对对对对。你看能进来的话，能进来啊，可以哈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进去。行，谢谢啊，行，我啊，知道了。好。你啥号？我能找见你，我给你招手。我操，号我也不记得了。就是鲁是一个黑色啥的鲁车，吗？山东的牌照。鲁吗？你是个山色，我给你招黑手，色的，黑来，我色能的，找见我。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对对对，是啥样的？一个奥迪，奥迪，好，谢谢啊，啊，知道嗯，了啊。右转，对对对，你直接上车，要不带我过去？车一直大破车放第二回了，是不是电瓶该换了？不是，我这还是新车，还买了一年，我开新车车。开的少，七八天开一回，是不是就这原因？七八天开一次，对，也不影响啥呀？啊？不影响啥吗？不你是是，不是？我记得我朋友他说是你这车就开太少，你这电瓶就充不上电嘛。你这放了多长时间打不着了？放多长时间打不着了？啊？那放多长时间打不着了是吧？对，我看就一个礼拜七八天的样子。一个礼拜就不行了。哎，刚才我刚才还转了一圈，还好说，就是刚才一放了就打不着了。放一会儿就打不着就放了十分钟，我刚才转了一圈，再转也时间不长，也就。就是你先耷拉一次，嗯，转了一圈。不是，是还那还是不还是一个月之前耷拉一次，那是我因为哦。啥？我这车本身也开的少，你像我这买了快2年才跑1万公里。是不是少了？对，啊，跑的少，对你像我这个晚上11点，就这是吧？这个是啊，吧？对，就停后边去了。主要是我上班着急，这宠着娃也要，小孩的车坐着。我先打一把看看。这个打开好像是。对。你刚才音又好了。你打着了？嗯。那怎么着了？你当中我们刚才没踩到底嘛。你刚才咋打不着呢？是什么反应啊？刚才就踩那刹车是一个刹车都踩不下去。也显示那个没有电的那个状态。不是他们，但是刹车踩不直接踩不下去。刹车踩不下去啊！现在好了，你先关着车来一遍，那就好了。这不很正常吗？刚才就刚才是什么反应？你告诉我一声。就是踩没刚才就是，我不是把这我这个这仪表亮不亮？仪表都亮着，就是都亮这样的。刚不是关了是吧？现在不你先关了没？啊，没关呢。刚是这样的，刚我不是先你先你也不踩啊？啊，不踩。我是这样子按着啊。对。我先按着，不是灯亮，但是我没踩。这时候我不是要启动吗？啊。对。我一启动直接灭了。仪表直接灭了。你要踩刹车呀？我踩了，我一踩刹车踩不下去啊！你现在踩能踩我踩刹车？能踩呀。刚才踩刹车踩刹车直接成硬的了。等了半个小时。那好了。反正我们前段时间也有打不着。然后你又试了没有？再试了吗？试了还是不行。那现在就好了。啊，现在好了吗？那咋回事？现在啥故障都没有。哎。仪表也故障也没有。那就好呀。那他你看现在上面那个电池显得真红的，刚才是那样的，刚才就是给我们那一次，我有一次开的间我哪一步没操作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也是脚踩的时候这个刹车是死的，然后你点这个就没反应了。那啥原因？我根本就打不着了，跟着打不着，反正我们这车有你没打电有三次没打没打那个号了。对呀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但是刚才真不行，刚才就打不着。刚才，哎，你上那线踩是能踩下去，
你怎么踩呀？刚才我刹车直接踩，直接刹车就成死了，直接硬死了。对，直接硬，直接都下不去。他刹车直接疼了，就可能现在好了啊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你踩一下，是不是那么硬？啊、我看一下啊，刹车，刹车哈，这样啊，对，就刚才就这样，就对，就这样。你踩住跟。哦，那哎，太快了。踩。现在打了，现在打。你长时间按吗？看，哎，我又找不着了。刚才就这样。那现在怎么踩住啊？我看看，刚才就这样是吗？哎，来，我来弄。你踩住它松了。我是不是脚下没弄好？你看。刚才是不是就这反应？是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哎，小心点。这啥原因？你使劲踩点吗？你是他没踩到点。刹车没踩好。没踩好吗？踩了，然后多摁一会儿吗？哦，他这不是踩完之后就轻轻一按，然后停了，轻轻一按就停了。我手放得快了。对，然后脚没有踩好。我本来刚才说下，我下去想启动一下，重弄一下来。哎呦，然后以为是。对，你还白跑来了，大哥。那五十尾款吗？啊，五十尾款吗？尾款啊，他给你结了。那肯定要结了，大哥。那你没问题吗？啊，那你没问题，那你。刚才都踩，刚就是那种情况，一按，那你们打不着，我给你解决了呀，大哥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下次对下次使劲踩多摁一会儿吗？是吧？把什么使劲的？把刹车使劲踩。使劲对刹车使劲踩，然后那个硬我赶那个使劲踩，可以哈。对，赶，然后那个启动按键，我们长按一下。车跑的少，然后没有充上电。不我现在试一下啊。你是你把什么？我是。你是。电源一开了，我先看一般是点我现在把咱们。然后踩住，长按。哎，现在好了，我踩住了。嗯，踩呀。现在下去了。那我给你踩硬。你把钥匙门关了，好了，关了，你踩两脚就硬了吗？踩刹车，嗯，再踩，来回踩，嗯，硬了吧？哦，对，它这个可能是那硬了，然后你踩住刹车，嗯，长按，长按，哦，又下去了，啊，刹车下去，对对对。它有时候你说是卡在哪，然后踩怎么？它不是有时候卡呢，它这个刹车真空泵，对，真空泵在车熄火的时候，你踩的把。那个压力就顶到头了，就会发硬。哦，它那个等于是，它那里边等于压力大了，它就上来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启动的时候踩住刹车，长按那个启动键就好了嘛。哦，这不是亏电，没有问题。不是，但是我有一次也跟我老公这个情况一样，然后怎么按都死了，或者叫人家连着下。那就不是亏电的问题了。不是亏电的问题。那行，知道。嗯。好，那把钱给我，那不用你来给咱使了，好吧？那你上吧。对我们上面有领导的，这我给你。那你说，哎，像我那次开，就像我刚跟你说那个按了那种情况怎么办？就是脚往下踩就没反应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这个车一般来说多少时间放多少时间？这太久的话。我们一般是放的时间久了，然后呢没电池没有充上电脑。像这种新车，电池能撑个两三年，然后你放个半个月没问题。车放半个月，大概半个月没问题。半个月你不动它都不够的。对。对，只要把所有电器、大灯了啥的都关好。不过了啊。好，都关好啥的都没啥问题。那我这么件事情就没亏钱，那对你下次打不着你就踩住，然后完了。你说是我踩了它发硬，那是因为它那个里边那个它停上来了。对，你在不着车的情况下，你踩它肯定发硬的。啊，我这电都装上了。对。就好了，没问题。哎、那我上个月之前那这情况也，那也是这情况，也是这情况。也是这情况，人家给你搭个电。我让他搭个电。谁打的车？啊、你打的，他打的。他打的吗？那就是嘛，人家知道咋打吗？你不知道咋打吗？是，好像也。哎，那行，那就这事。没事，下次记住就好了。就是这样记住哈。好。没事。Yeah.